Фига себе звук. Так, заглушка должна упасть. Ого, вот там.这次俄罗斯小哥来到自家的池塘，准备试验一次潜水擦炮。首先是6×6的小男孩，那不好，嚯，体积不大，威力却不小。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。接着是8×8的小胖子，方圆十里都能听见响声。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。终于到了咱们最期待的沙皇家族，第一个出场的是擦炮沙皇10000，可是等了半天都不见响声，难道熄火了？可以说这是非常标准的爆炸，水花和烟雾都很漂亮。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。接下来是沙皇20000，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小哥不再着急，慢慢等着沙皇20000的蓄力。小伙万万没想到自家池塘里还有大鱼。我们来看一下慢镜头。最后登场的是沙皇10000，在潜水区为了安全，沙皇10000已经是极限，小伙点燃扔进水中，沙皇10000的引线明显要长点。在等待一会儿后，果然10000当量的擦炮就是强劲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。